在我也想问你一样的问题，就是你觉得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那你的意思说这个还真取决于这个初始投入的多寡，就是说因为投入了越多资源，然后最后这个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，你就会觉得还是蛮失望的。对，我感觉。但是那个一开始的出发点是会投入资源，是因为很有不同伙伴，就是。对，我们公司有那个火星人试验的衣服，那一件非常的那个限量，因为那个根据哪一件给他，就是这边嘛。你知道这个？哦，他有一件好像被。你知道这个衣服是限量版，就是说因为它太丑了，所以我们不会再印。对，但是颜色选错。不是颜色。对，但是反正就是说这个，因为它太绝版，它只有全世界就有200件，这个色只有100件，所以如果你能够有一件的话，假如10年做完公司，这个还活着的话，这应该会非常纪念价值。对，一件应该可以卖到10倍以上价值。那你要你们做出一番成就吗？当然，我有兴趣现在买一件可以，那个之后10年之后可以。我在考虑看看。对啊。你可以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公司到底做什么？就是我想。我公司就是那个举办这个火星人的事件，供养这个火星人，对，所以我们想要找一些优秀的人来供养他们。那我想问你们成立多久？就是这个东西你 Google 就能查到了，只不过去年是去年，就是去年的6月11号设立的。然后是用比特币来换，就应该说用虚拟币，也应该说我们一直用虚拟币互换。就我们发行这个火星，可以把你的钱拿来支持一下火星的事业，对。然后就是他们如果听懂了，他们就会这样做。而且这个做法其实最后可能是双赢，或者说三赢，就是我们也赚到了钱，然后火星人参赛也赚到了钱，他们也赚到了钱，为什么？本业或者说是盈利事业部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属于非盈利，没有啊，因为那个是不同的事业部，就比如说公司比较不同业务，然后发现真的在卖按摩枪，他会觉得怪怪的，就是说，所以我是就是说怎么讲，就是这次这个比赛是为了行销按摩枪办的，就是对对。就如果有告诉我说我买这个，对，拿起来就我觉得好像可以，可是我的过往可以选择，对对对对，没错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听懂啊，所以这问题就在因为有钱不贵啊，就有店他会觉得说如果我按买按摩枪的钱会被那些人分到的话，那按摩枪就一定比较贵嘛，那我当然不要买它啊，就有店就会这样想，所以那有些人说对没有错，但你知道，所以就是说队长很重要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事实上，队长就是应该说我们要找火箭，他应该是要有这种领导统御的能力，就他应该这样能够组织一支队伍，然后来比赛，或者应该这样说，如果今天呢，就是有人他真的觉得他很强，那就不应该打配角，就是我忘了，你有看过黑子的篮球吗？对，就黑子篮球那个皮界四代五个人，后来他们都不在了。所以说我们就是希望演变成那样，就应该每就应该强的人就应该自己带队，就不应该去那个跟强的人抱团，你要抱团的话那个配角就是没有合作，所以我就说我们后面那个就是积分要给队长，对，就队长就打配角的话你就只有分了，所以想要赢的人，想要拿那个火箭世界的频道的人，他就会自己请队，他觉得就是当别人队的队员，因为队员拿的积分比较高，这边你当对，就配角球员拿的戒指是一样的，但我这个不是，配角球员拿的戒指就小一颗这样，还好，反正就是我意思就只是说，反正重点是，如果你想要参加火箭事件的话，你就应该当队长。这样他才会知道自己是要扛起这个胜败的大任。
所以他要进，然后他再打到决赛，然后他就去收买决赛对面的那些球员，说，哎，我给你什么好处，你就不要帮你的三支队员，就是因为也是队长的身体比较多，不如你就跟我交易。那这个当然是你，我有没有体育精神，我有要学习的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还是完全是我一定不得不，不得走那就不行，因为 default 都是不得走的。道歉。嗯，就像今天你要爬玉山登顶，因为你开一架直升机上去，人家也不能说你。对，就是。爬圣母峰就是要这样。圣母峰。对啊，玉山又直升机太小。对啊，但是阿吉圣母峰大家都蛮用直升机，没有人是从海平面开始爬，大家都是先搭到什么四五千公尺那边有一个站，然后从那边开始爬。像说其实大家本来就说不择手段，就不择手段你不用教大家，那个是低扣的，所以你只要把你不准的东西限制起来，不准手，因为我们不准你六个人打五个人，因为不然的话，如果你我有没如果你不限人数的话，那我就找一百个人把三千万人打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限制常常的人数打。对啊，就是如果他就上来要把绿间这样打下去的话，他会输。但是如果他是犯规让绿间觉得很心烦意乱的话，就是人家可以一直开始犯规。那个遇到那个妙传那边，我还想知道更多，就是当然了，当然。那我可以，我那个。哦，可以。怎么样？还好。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个妙传他是有法力的，以前那个就我朋友跟我讲过，他说妙传会放出一种龙，就是有小龙，然后他在空气中走，然后他可能就你这边那个有一些心灵有一些亏缺能量，其实你也同意妙传是收了一些。大家对他的尊重，这个东西不是免费，他其实是就是交换，比如说妙禅付了白白的午餐给大家吃，而大家吃他白白的午餐的时候呢，大家其实以对他要感恩之心、善待之心就已经可以。善待。其实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妙禅这个真的应该发一张那个妙禅信用卡，他的信用就是。大银行。对，和那个概念不一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应该那些人如果还不出钱的时候，都妙传买单嘛。台湾那边不是有一本，哎，什么念力的秘诀？被人，在哪里？第二个。他们应该会拿出来吧？会拿出来，但是对，我会参演他。哦，那你们大部分都是在研究吗？我在念力的秘诀，就没有，就是那个，因为我们有一个业务员，他卖太差，他上个月业绩就有七只。然后没有啊，就卖半只。而且我，但可我对啊，但是我一直就是说，我其实也没有出门拜访客人，但是我就是靠念力，我每个月就是用念，就是说这个。那你可以教我一些基础念力吧。我念的话，我就看猎人的拜访。对。哇，那个，我就是应该要那个，还是不用？对，我就还是听到最重要的。希望可以来一个，就越大越好。越大越好。对，如果踩不到就踩五的话。中。就是这样。我就知道。加一。我就知道。你要不要再踩？不用再踩一次，就是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可是那个到底在动不动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这是一个方正的。哎，可是五。六百是一个，就是你这才是公正，没有啊，没有关系。那我该有百六十给你看，你看你啊，没有什么，没有，反正那你买就讲你那个触觉学好就知道了，就是其实这没有任何问题。对，就他平常就是你不用他讲的事情，是可能我会在旁边，哈哈哈哈哈，努力啊，没有啊，这是公平的啊，大家都可以采公车，大家都可以用电。发送啊！哎，如果你真的做，我们就需要你回去一下。他可能会……哎，对啊，学姐是不是要载上个月的？就是真假的？很低啊，好一点的，你这个太烂，你那个收音跟你画的东西根本看不到点数。看不到六。对。
那没关系啊，就是将就。我只跟你讲啊。没关系啊，将就一下，至少还看。没有，就是你在点几点都看不到那个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说看不到点，但是大家又没有做，哦，你说大家是那种。反正是不行就是。没有，说至少那个就是。作为不是我跟你讲，你要买两台勾股肉类的东西，就是要用，那先买勾股。但是不是？但我现在只是说，就是如果只是郭伯承好像比较喜欢 Sony， 他不喜欢勾股。对，但我是说，如果只是给我们内部看的话，这个是够的，就是这样，你可以还是可以。不是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不是要做很多影片，你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素材，你都要保留，所以你要找好的，就是要买好的。就是要买好的，而且你就是平常就用机器就在做。好了，让我再去买。好，来见证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很多关键，对对，有拍着，关键很关键。哦，看我打到自己的头。我要甩了。好，你甩啊！一，棒棒棒棒，好恐怖啊！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好恐怖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帮公司省钱，你可以随便点，等下可以吃饭随便点，可以随便点，随便点。太棒了！你们知道吃什么？看这个还可以附上，看这个网站吧。看，等下在房间里面又附这个，太屌了！太惨了吧？就下个月再努力而已，就是每个月都这样。说不定下个月就六了。不管了。